讨厌的人，请你小心，看到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翁少奇。今天我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我等下会做一个开箱，但是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个包裹长什么样子。那现在我要先回家，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。为什么这么多风还是可以这么热？哇，我的包裹好像已经到了，来一起看看。嘟嘟嘟嘟，哇，好爽，冰冰凉凉的。可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这样的一个包装，我要怎样开箱才会比较特别？还是我发上 IG 问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 idea？ 我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包裹，请问我要怎样做开箱才会比较特别嘞？ 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所以既然大家选择的是 ASMR， 那我就来开始了这个 ASMR。哇，好冰哦！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做 ASMR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但是希望这可以好听的。那我们来开始吧。塑料的汤匙，要赶快解决掉它，就是使出我们的讨厌的人，请你小心，看到了吗？结果还是碰到我。设计很特别，他已经换了这个设计，可以直接这样开的。那开箱过后就是要认真的试喝这一个 Tiger Crystal 的口味是怎样的。它方便的设计，直接可以这样子打开。好冰，而且它真的完全没有苦味耶，这个也太神奇了吧！因为它完全没有那种苦味，变成我这种不太喜欢喝酒的人哦，反而会想要继续喝下去，加上冰冰这样非常的顺口。据说它这一个新款的 Tiger Crystal 是用零下一度冰量过滤技术运制的，听起来就是很厉害。就因为有它这一种技术，就大大减少了这个苦苦的味道，所以才可以让我们喝到这样顺口，这样清爽。那么现在有在做这一个优惠，就是你只需要去到 drinkist.my 的网站，你就可以以优惠价格66块购买到两份6罐装的 Tiger Crystal。那要怎样找到这个网址呢？只需要到我的资讯栏那边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网址，然后点击进去呢就可以购买啦。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今天的影片一定要分享去给你的朋友知道，有优惠当然是要一起介绍给朋友嘛。而且这一个 Tiger Crystal 我觉得很值得让大家尝试，所以看完影片就不要等了，记得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翁少奇，不是翁少奇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。Bye! 1, 2, 3, fuck it!